一点不要躲在房子里面哦。一点不要躲房子。找不到路。一点有人进去了，在旁边，在点旁边的，他拉外面去了。他们被锁在山谷那边。人进去 B 点了。进 B 了。有人绕背了，然后解那个碉堡那个点了。哦，我在后面。黑点有人要解了。A 点是那个 TOSS 那挂的。我解了。解再解，解就对了。安全安全安全。一点有人打信号弹。不要杀太远了。我们让他没有用，他们脚踢都快到后面。他们可能会更惨了。一点有人在装吗？一点有人在装。有人进去了。没有没有没有。他在旁边，他在旁边。拍这里。因为我读书跑反路嘛。没问题。烤羊酒。他们从那个绕外面铁轨那边。好。来喽，应该从小路进来哦。啊，还好。他们王志明那个方向来，那个方向来。铁轨，铁轨外，铁轨外，不要死哦，不要死，要长生。那我好累，我根本那边没时间杀人。你们是两千的兵，还差一点。靠背为什么死好高。嘿嘿，错到了。妈的，爽！北蓝，我杀小干爹。来了来了，敌人来了，信号弹，信号弹，这边还有信号弹，快点要快点。没弹药了。来来找我，来找我。来了来了。等你了，等你了。那边来了，那边后面，他没办法装，他先没办法装。那个壕沟那边，壕沟外侧，他们都在那边。还有那个铁铁轨，铁轨跟那个山洞交界那里。B 点哦 ，B 点哦 ，B 点哦。B 点从小路通。他们在解 B 点了，有人进去了。B 点。我怎么死啊？我打木可能被别人杀死啊！不行了，B点要爆了，守不住就那个点就放弃啊！哎，有解有解哦，有解了！来不及了，没有没有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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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妈的，还有一个干。哎，有人了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回去！谁冲到前面去啊？谁大兵？黑队已经有人靠过去了。我们守住这个点，就证明我们比人家优秀。打定爽，来就来凑热闹。
如果大，如果他们那个 A 啊，我们守左边，我们守左边。来了，左边。右边有一只在那边。左边哦，左边来了，左边哦。很多人。有人要装了，有。他们用烟雾弹在射我，不要死哦。王俊明，你换边啊，不要在那里，去左边。大饼，让大饼他们打右边这边就好了。那个顶右前方的山坡很多人。哎，感觉挺死。后面有人，后面那个狙击手在加工我们。后面有狙击手在加工。我过去乱砍了。在碉堡那边，那个就叫狙击手去杀掉就好了。上面两个，碉堡那边啊，好。哎，好像清掉了吧？清掉了。啊，后面他们从后面来。他们在那个，他们现在从另外一个点打哦。走开！在喷我兵啊！这边有人。喷我兵！不要叫！前面不要救，对，前面帮我，前面有帮我兵，你救你会变烤乳猪，剩十一个，哎，他们人都逼近了，我们人好像等一下有点危险，一点喷火兵，喷火兵要倒了，我倒了，往前推，哎，你不要死了，里面有人，但是一只阿卡要被装了，推来就好了，还来得及。干嘛？我刚打五个、啊。有人，我解掉这个吗？妈的！死了！干嘛在打五个？打不进啊！我解掉了。这个算得好，这个好。这场算耶、yeah ！爽啊！那赢啊！因为一胜一负这样而已啊，平手了。只是我们，只是我们比他们优秀。对。我们刚刚分到那组点是比较难打的、啊，我觉得、啊。哦，我又就十八个。我猜的，我看到。阿伟真的是神救援啊！不是我猜的，难道？我有猜一个。哦。最后一个是我。哇，我超累的哎！我要从小路救一个，然后又跑到外面B 点救一个，然后又跑回去山上又救一个。我针头都插到歪了，妈的！我针头都不知道换几个。可是我们大家都得病啊。对啊，因为我刚刚插大饼。哈哈哈！靠呗。但是你说我多讨厌他？没有，开玩笑的。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